报告在座的长官及学者们，本公司自行生产 IGT 八合一基盘，让我为各位做解说，请参照说明书。戏剧名称中文 IGT 八合一，原文 IGT Mode Game， 游戏流程钥匙开灯，触碰荧幕的游戏，按键选线，按键压分，游戏开始，电脑计算得分，游戏结束。游戏说明：一、本游戏以屏幕显示整人之单人座机台，机台无法上网连线，机台设有八种模式，分别为一、Offground Two， 二、Cat， 三、现金过山车，四、埃及艳后二，五、危险美人，六、鲍勃吊，七、幸运法老，八、黑寡妇。二、本游戏以服务人员使用钥匙的方式控制开灯，按下开灯键开灯。游戏玩家只需清楚荧幕，选择所要游玩之游戏即可进入游戏。三、本游戏钥匙开灯，一元可开十分，每次开分上限为两万分，最低为1000分，开分分数依兑换比率而定。四、利用机台上的选线键选择游戏对讲线数，点线后玩家可利用机台上的压分键选择每线压分分数，按开始键后游戏开始，荧幕中转移位开始转动，或按自动键或右侧支拉霸杆，本名就可自动转动，或再按一次自动键可以停止转型转动。当转型之后，屏幕会显示连线图，自动计算各图案的连线图，玩家可由倍率表分析。当转型结束，玩家也可按下选择游戏键重新选择游戏，重新选择游戏后，玩家可以继续游玩未玩完之分数，或按开始